我的前三名全是我江海西，有这么开心吗？有啊！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开车。哎，停车！啊？干嘛？我想下去走走。 成名之后好久没有这样在街上走过了，今晚空气真好。我倒是经常流落街头，回车上吧，我冷死了。我才不要！你不要拉倒，又不是你自己走回去。你还记得原来在天中的时候吗？好多女生都在背地里面偷偷的教你许帅。 就是因为你身上有一种贵族的气质。我还记得原来黎巴拉有一次追你，差点把你追到男厕所里面去。当时要不是教导处主任来啊，他肯定追里面去了。行了。 你是不想提，还是不敢提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啊！有时候就是觉得，这时间过得真快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根本不会想到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。对啊。你说。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？受罪。错了，是不要受罪，努力让自己不受罪，那才是真的本事。再走走。 转来转去，你们俩成一对儿啊？哎，对了，张亮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，就是这个女孩，夏吉吉，她是不是也想给你当个模特啊？我能跟你要一下她联系方式吗？哎，人家现在可是著名的大画家，给咱们当不了模特了。不过最主要的原因，应该也不是这个。什么原因？ 我寻思着，估计被人伤了心了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吃掉！你以后不准再请那个人拍照了，听到没？那我请你啊？那我得看一下我的档期。你现在档期都是我的。 不怕了，我的爱人。好了，刘涛，不怕了，不怕也喝多了。我的爱人们，他唱歌这么难听，有人告诉过他吗？不怕了，我的女人。从小到大，我这是第一次听他唱歌。 米米，你怎么还待在这儿啊？那，这个呢，是你明天拍广告要用的产品——花西扣魔法洁面刷。我已经替你用过了，刷头非常好用。今天晚上你得试一试。一个敬业的艺人一定要在拍广告之前了解产品的特性，明白吗？焕姐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动。 你帮我把下个月的通告都取消掉好不好？啊，都取消掉啊！不行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？你一个艺人，你自己不往前走，后面分分钟有人敢抄你。
啦，咪咪啊，我知道你辛苦，你熬过这段时间，然后我让你赵叔叔带你出去旅行，怎么样？我不想，不要。我们出国旅行。那也不要换酒店，休息那儿睡觉。夏咪咪，听话。求你了，姐。你这样撒娇没用啊。哎呀，我不要，不要了。夏咪咪。我不要。起来，站好了，拿着。这是什么？明天你要拍广告的产品。包，拿好了。哎呀，我要睡觉。站好了，赶紧去。哎，咪咪，明天不许迟到哦。哎，再多年都不是你的。抢女人可以，你别抢银行就行了。这样不行。啊，抢！来！我的妈呀！啊！今儿晚上你学校是回不去了，你就在我这儿凑合待一晚上吧。啊，好吧。怎么了，飞哥？啊？那必须的，好人，嗯，好兄弟。行了行了，你今天晚上真是哎呀，唱的头都给我唱晕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下次要再这么唱，我不管你，我给你扔大马路上。是你的脑姐，我好想你，我爱你。
醒了？啊，吃早饭了。啊，头疼，昨天喝多了。我没乱说什么吧？有啊。我说啥了？你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告诉了所有人。这没事儿，反正没什么钱。哎呀，我小表妹呢？回家了，现在应该去见吉吉的路上。吃早饭，我也该上班了。哦，他呢？你让他睡会儿吧，这两天他挺累的。给。经常听张亮提起你。我也经常在照片上看到你，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。谢谢。你们认识很久了吧？他用1块钱买了我一幅画，就是这幅。这幅画他一直挂在他家墙上，我最喜欢的也是这幅。你们真默契。我们主编一直想找你，没想到世界这么小，怎么都能遇上。有缘当然会遇见啊。嗯，对了，这些画如果你用得着的话，就都拿去。还有什么特别需要的，我再帮你换。谢谢。别客气，都是朋友。你们杂志的风格我也很喜欢，我在上面看过你写过的一些文章，很有自己的风格。谢谢，期待与你的合作。好啊，我们客厅喝杯茶吧。走。你要是好了的话，咱们先过去呗。好。这个黑人今天怎么还没来上班？他昨天晚上喝多了。我这有批货要发出去，就等着他确认了。你给我吧，我来处理。好吧。
刚进来的，来出去啊！我们警察报案的。我住这儿，住着也不行，来出去！黑人，这样，来出去！真不是我，救我！别动，真不是我，别动，怎么回事啊？别动，不是怎么回事？张扬，张扬，张扬，救我，张扬！别动，怎么回事啊？里边出事了，你现在赶紧出去！别妨碍我们公务啊！我早上醒的时候，他还在睡觉呢。前两天搬库房，他累坏了，所以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警察，你相信我，黑人哥人非常好，非常仗义，他不会杀人的，你相信我。我们从死者的房间里找到一个笔记本，与他有关。那个死去的姑娘好像对他有种特别的意思，但是他很嫌弃他，是不是？那个女孩一直都挺喜欢他的，但是他对他没有一点意思。哦，前一阵子有一大群人来找宝贝，好像是让他交出什么东西。那个人手臂上还有一块很大的刺青。那天只有我跟黑人两个人在，黑人把我拖进屋，要我不要多管闲事。一大群人，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谁？不知道。你提供这个线索很重要，具体哪天什么时候，那些人长什么样，你重新再给我做个笔录。我想问一下，我兄弟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你想什么呢？刀上有他的指纹，那可是凶器，知道什么叫铁证如山吗？想让你兄弟出来，赶紧帮他找个好点律师吧。如果我们今天晚点走就好了。亲者自亲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啊，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就找一个靠谱的律师。想想我们身边人，好像只有蒋娇的人脉最广，要不找他吧。我还是再想想办法吧。我们走吧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都怪我，如果叫他一起去上班就没事了。警察说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对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帮助，相信法律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的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没有想到。你帮我记件事情，每个月的五号从这张卡上打3000块钱给黑人他妈。黑人是个孝子，这事儿不能让他妈知道。好。你别着急，我赶紧问问。谢谢你啊。那黑人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见不着面，所以急需要找个律师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想办法。你好，赵老师在吗？老板今天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米米生病了，他这两天都往医院跑。米米生病了？大家知道吗？这可是 Gayle 组合首次演唱的电影专题曲，这张 EP 发布的当晚呢，就登上了排行榜。不过很遗憾，米米没来。没有米米在现场呢，雅西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？米米没来，其实我还挺不习惯的。但是我希望他在家里面多多的休息。我一个人辛苦一点也没关系。
夏小姐本来就有哮喘，血糖低，她不吃东西，抵抗能力也下降，这方面格外要注意，以后再也不能马虎。医生，她没事吧？病人还没醒呢，你轻点啊。这谁呀？那个他姐姐夏吉吉。医生，明天我们有很重要的活动，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能让他支撑一下？要不你们先出去吧，他需要休息。在敏敏病好以前，什么重要的活动他都不会去的。谢谢。海生，你看这事儿，走吧。让他先睡一会儿。好，我也出去。我吵醒你了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生病住院都不告诉我呢？现在几点了？怎么了？焕姐，敏敏，你醒了啊？你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晚上能坚持吗？干什么呀？哦，今天敏敏有一个很重要的颁奖典礼，一定要去。什么都没，她的身体重要。哎，姐，我没事，我这一点事儿都没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别动，你给我躺下。没事啊。姐姐，我们商量一下行不行？我知道敏敏在生病，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颁奖典礼对她太重要了，如果不去，歌迷和主办方都没法交代。再说我跟医院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有医生全程跟着我们，我也在。一颁完奖我就把她送回来，好不好？只要有我在，任何人都别想带走她。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如果非要去呢？不行。焕姐，要不你让我跟我姐单独聊聊。行。姐，你拦不住我的。你试试。这可是全年最重要的颁奖典礼，如果我不去，风头都让江小西抢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夏米米，你别太自私了。我自私？我都是为了我们俩。你要是为了我们俩，你就替我想想。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米米，我求你了，咱们就别去了，行吗？啊？我一定要去，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年，你知道吗？你中邪了吧，夏米米？你如果真的想要摆脱现在的生活，你就一定要给我足够的自由。我听不懂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外面那个老男人，你可以不用为了我将就的。夏明明，你说什么？你自己知道吗？姐，我虽然生病了，但是我脑子不傻，我既然就算死在舞台上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别拦着我，一定要去。焦虑，米米应该不会有事儿的，是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有事儿谁负责呀？你，还是他的经纪人？没人强迫他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他有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多管闲事儿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今天太晚了，你走吧。我再陪陪你。你老婆在等你呢。我没老婆。我已经离婚了。
离婚又怎么样啊？还不是不能公开啊。你今天晚上诚心想激怒我是吗？今天是我们的开业大吉，接下来我们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式。来，米米、雅西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米米、米米跟雅西一起拍个照片。来，过来。来，啊，这边啊，大家多拍美图，多发新闻，谢谢。今天呢，雅西的好姐妹米米也准备了花送给雅西啊，米米，雅西姐，祝贺你，谢谢。来来来，我们再一起拍照哈，姐妹花一起来合影。啊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今天的媒体朋友全部都免单，以后你们来都打八折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大家。多多发稿，谢谢。哎，再谢。哎，挥挥手，咪咪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捧场，谢谢。最后，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店名取名为“角”？其实是某种怀念吧。哦，谢谢各位啊，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吧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咱们留着下次再问吧，有点新鲜感嘛。雅西姐还有通告在身呢，一会儿还得忙别的。就谢谢你们各位了啊，谢谢。你们好吧，请到这边来。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哎，各位跟我走吧。以后蒋角这名字呀，一定红遍全亚洲，你信不信？信。你这小破车，到时候贴上一标签“蒋角专用坐骑”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终于忙完啦！哎，小凡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哦，我是河南人啊。哦，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？当然有啦。你会特别怀念原来的日子吗？嗯，挺怀念的。啊，雅西姐，我那边还有事儿呢，我先过去忙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张先生，好久没联系了。还好你没换号码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我就知道，没事你不会找我。你在哪里？我今天餐厅刚刚开业，你要不要过来喝一杯？
餐厅生意很好。啊，雅西姐，我们请那个经理是不是不行啊？我看外面都排了老长的队了，好多顾客等了太久，连口热饭都没吃上，现在情绪可大了。那就先赶走一批，不就吃得上了吗？嗨，要能赶走就好了。他们都知道你在这儿，那是怎么赶也赶不走的。今天是你们餐厅开业第一天，赶人会影响餐厅的口碑。那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？你们有印什么优惠券吗？啊，有有有。外面大部分都是你的粉丝，无非想看你一眼。你现在出去把优惠券发给他们，告诉他们你们下次再来，人自然会散了。哎，好主意。行嘛，我自己出去发去。顾客是上帝，粉丝也是。哎，就是，说不定还能因此挣个头条呢。好吧，听你的。这位是王律师，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个案子我认真的研究过了，这两天我正得抓紧跟进呢。麻烦您了。为蒋小姐服务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事务所好多小女孩都是她的歌迷呢。焕姐跟我说了，您是她见过最好的律师，没有之一。不能这么说，我仅仅是为事实代言而已。您看这情况，我朋友最快什么时候放出来？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不过我会尽最大努力的。谢谢王律师。麻烦您了。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律师都说了胜算很大，你就别那么担心了。后面的事儿你就自己跟律师联系就好。哎呀，就是这律师费有点贵，不过人命关天的事儿别那么在意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。我会去想办法，尽快把钱付清。要是真的不行的话，你帮我跟他说说，宽限几天。张扬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呀？总是那么爱跟我撇清楚关系。不过，我看到你这样，我又想起咱们在田中读书的时候。你怀念那个时候吗？我倒是有个交易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做？什么？我把我餐厅的经理辞退了。我爸给我找的一个朋友，得三个月之后才能来帮我，所以这三个月，如果你来帮我，黑人的律师费我来付。好。这么干脆啊？是生活教会你这些吗？等我先把自己店里的事情安排一下，就去你那儿上班。好，我等你。请慢慢品尝。谢谢。来，放好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今天菜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挺好，挺好的，确实挺好，味道挺好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在会场来的啊。好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。我来吧。这个店长什么时候来的？好帅呀！那么喜欢，去问电话呀。蒋雅西啊，真幸福，身边啊都是帅哥。对呀，报上的那个也很帅呢，据说啊还是什么富二代。是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快下次过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我果然眼光一直都不错，从来没有看错人啊！你真的很有一套。不认真会被炒掉的。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律师费我已经付掉了。他们现在已经在帮忙收集各种证据。王律师说，虽然这个案子疑点很多，但是他还是很有赢得信心的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江角。以后在公开场合只能叫我蒋雅熙，不能叫我蒋角。我一直想问你，为什么改名字？算命的说了呗，说改了名就能大红大紫。谁算的？让他给我算一个呗。你可得了吧，你就别想红了，好好在这儿当你的餐厅经理吧。那我去忙了。去吧。谁欺负你了？这个故事太感人了。其实我也经常会想起我们在汶川当志愿者时候的事儿，那个时候虽说挺痛苦的吧，但是也是非常值得怀念的。不知道学校建好没有？孩子们怎么样了？我其实想过毕业后去当志愿者的事。你可得想好啊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我觉得张漾不一定会支持你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呢，就是先把这本书写好，然后呢让更多的人关注山区的小朋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下班咱们去看电影。不去了，我还是去找张漾吧。那很远呢，再说不是说好他来接你吗？我很担心他，黑暗的事还没有解决呢。净吹牛，还要去当志愿者呢。我看你真是一分钟都离不开他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你记得给我留门，我不会太晚回来的。换了一个厨师，你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好，放这吧，试试。好。你来干什么？新餐厅开业都不请我吃一顿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啊，刚上的，试试吧。记者也拍够了，老舍让你在家里待着，你要是觉得闷，你可以先回上海，等这边有需要了再叫你。笑什么呀？笑你。我有那么好笑吗？很好笑，谈不上，有一点。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最近天天来餐厅，就是为了享受他的专业服务。徐爷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连寸一起还。张漾，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